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马。我们今天来拍什么？猜一下。好啦，不闹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来拍的是，就是答应观众哦，有要拍一集所谓的卡册补充套的东西。哦，我有曾经有人有在问，也有人私底下在问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怎么订购的整个过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转个场一下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就先看下面的图片喽，好不好？哎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图片哦。图片中呢，是我寄给厂商。好，为什么是寄给厂商？这是书局当初给我的，好，长留玩具，好不好？但是一直迟迟都没有得到回复的那个 email 哦，所以我就再次前往书局啦。那前往书局询问的时候呢，记得各位，你真的怕买错，麻烦哦，看一下现在的左边跟右边的这张图哦，其中一张是全新的，那另外一张是我放晚的。好，问他说：“请问有没有卖中卡册？”那厂商是属于长留玩具，好不好？然后请书局去做一下订购。如果书局有合作，那他就可以帮你订购。哦，你只要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，哎，书局就会帮你订购了。哎，因为每一间书局好像都有所谓的业务，好，这个业务呢是固定时间去到他们那边。哎，那至于是礼拜几，每一间都不一样嘛，对吧？好，那再来，我们就来解释一下，也不是解释，有人想看一下我的卡册长怎么样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修出来吧。好，趁这个机会喽，打到补充册就是长这个样子。嘿，各位就可以看到，它大概是149。那每一间玩具行，你可能要稍微问一下，到底是不是这个价钱。那我各位给一下它的编号 BB6528， 它是贴纸上面是这个啦，但是我不能跟你确定说是不是每一间都叫这样。总之，各位可能就是要稍微去问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其实也有人私底下问我说：“欸，我想看一下你目前的卡册大概长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”那就趁这个时候秀给大家看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个人觉得的办法。那封面的部分呢，我其实还没有制作。真的还没有制作，所以可能会有点简陋哦，各位。好，好，那、OK， 好，各位 ，OK， 那我就把我的卡册放上来啦。那我个人这一本呢，我也说过了，我只有放一到三星的部分啊，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封面，我目前第一页是没有弄，但是呢，因为我已经没有拿到官方的那一个，那个叫什么，官方的。这种好不好？所以我后来决定就好啊，没有，我先自己印啊。那我的顺序就是照官方，好、哦，官方的排法哦，官方排法，那官方排法啊，看一下右下角或是哪里，好、哦，它怎么顺序是怎样，我就是按照它的顺序这样去排。好、哦，那我也做了一个贴贴纸的动作，就是直接贴到卡套外面，所以会看不到 QR code。哎，大概呈现这个样子。好、哦，那最后呢？因为就只剩三张了，下面我就直接当做一个空白的部分，我就留下来了。那第二弹呢？哦，其实本来就想跟第一弹做一样的事情，只是我后来有拿到所谓的海报。啊，翻过来还有所谓的资源券啊，还有资源券，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。好、哦，资源券，好、哦、这样，好、哦、OK， 好，好、哦，然后一样，我就是一样按照官方的那个方式去排序，好不好？哎，然后就一样，就这样子。那这一本呢，我估计啦，还可以再放。它还有很大的空间，还可以再放哦。因为我现在的格子应该是还够放一弹的，大概这一个可以放两弹啦。好、哦，这个可以放两弹。那之后我会想要换更厚的，哦，这种厚度，这个厚度算薄，它有更厚的嘛？我想再换厚一点的，哦，看它可以放几弹在里面。嘿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影片终于结束喽，各位。那呢，结尾呢，先不要急着走哦，我会放下啊，看一下这边，这个是我的 IG 哦，欢迎大家追踪
哦，好不好？为什么我会这一次在这一集特别放出说欢迎大家追踪呢？因为我身上目前有上一部影片做的手作资源片的名片哦，我已经请厂商印好了。我有说过，我是要拿来分享、拿来送的，哦，不是拿来卖的。嘿，那我当然还是会有希望有第二版，第二个版本就会比较全部偏向于除了 QR code 以外，全部都是由我认识的人、我的朋友，或是要找我一起合作的人，我们一起做这个设计。嘿，然后呢，欢迎观看我的状态。如果我今天要去某一个地点，哦，就是我会别的标明一个井字号啦。哎，谢谢，发手作名片资源券，就这几个字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下面就写准备前往哪里。哎，各位如果认识我、遇到我的，哦，就有机会啦。哎，就是找我拿资源券，不用钱哦。哦，那目前啊，先讲我会出现的地点就是上顺，就是苗栗头份地区，有可能是力宝乐园那边。好，哦，再来就是台北，台北的话可能会比较偏向的就是东区。哦，会不会到其他地区，我再看看，好不好？反正稍微关注一下。哦，台北地下街歪区一定会去一趟啦，嘿，这个放心。哦，大概是四月的时候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喽，按下喜欢、按赞、分享，那关注我、订阅我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